我靠，折扇，真的折扇都来了是吧？还玩个兔子，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啊？折扇是吧？折扇，你干，你再敢上来，上来你就死。一个虚弱换个闪现可以，这线是推过来的，不能给他耗太多血量，不然打不过。得放线，放线可以不吃。哦，眼没清了，那这波得往后拉了。W 没交啊？这样。Nice。我就知道他会留着盾开的，所以我想恐惧的是兔子。哎，你皮呀、啊！你皮你的那个没蓝了，看不见吗？找死！狼牙风拳，我劈死你，劈死你，劈死你！装逼啊！你给我装呀！OK，他死了，他死的完完的了。他不死，我直接把头拿来给你们当球踢。想隐身跑啊！恐惧到了，死了。六级了，六级那没事啊，六级。这不死了，这不死了。行吧，绿线赚了，杀不了。真恶心啊！一下一版本他就不能跳走了，就是只能凉了。好难杀哟！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兔子有点肉呢？这玩意也不加血量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才发现他为什么基础生命值比我高差不多100了呀？数值啊！我说怎么杀不死的？你这个开挂的，受不了了。还好我买了一个，我出了一个那个，带了一个那个终极猎手。现在大招比他快一点点，你们知道不？有懂的吗？我说了，我带了这个玩意儿的，肯定大招比他快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就大招没好的，闪现好了也没用，跑不了的。最简单的一击，来个血祭好吗？我一开血祭他就往后走，不是有这么怕呀？哎呀，你这个这不知道这是吃屎了，我受不了了，太恶心人了，家人们。必须大招给你一下了，必须大招，齐步 Q 跟上隐身恐惧，没事，我就是骗个大招的，因为我大招比他跑得快。你还敢回头？你还敢回头啊？你还敢回头？你还敢回头？你还敢回头？我死不了！哎，嘿嘿，喜欢 A 啊？没事，我大招60秒一个，等着吧。2R 原则，只要两个大招就可以把它做掉。我们现在就是做的，就是要需要不停推线，让他走不了。看好了，10秒。4、3。系内，看到没有？2R 原则。狗头这一招是从狗头那里学来的，他们打狼人就会第一件 CD 鞋，然后开大给你大招互换，那下一波他大招好的时候你就没大招了，就四了，懂我意思不？所以说狗头那里还是可以学来很多东西的。
可惜。啊，这兔子啊，太麻烦了，兔子团战，兔子团战好猛啊。但是赢了就行。下一件，我想想下一件是什么？现在的 AP 伤害有点多了，但是我出 AP 伤害，但我 AD 伤害有点多了，那我还不如说星之钢的啊，星之钢直接刚起来，好跑，收割一下这个。Nice。那一套是另一套的，它是挺进加肉装的，侵蚀加挺命这一套已经很慢了，不能再出那么多肉装了，不然经济压力太大了，不能说全队的经济就给你个狼人吃，那也太夸张了。不，我就要新之钢，你玩游戏不出新之钢你玩什么游戏？你是被游戏玩知道吗？叮叮当叮叮当，顶着响叮当。死兔子，你以为逮不住你是吧？他死了。欺负 Q 往回跑了，我看到了，叮叮当叮叮当叮叮，这是狐狸把狐狸那条尾巴偷了。其实你可以仔细数数看，狐狸那个尾巴只有八尾，其中一条就在这个沃里克手上，这是炼金为了改造那个炼金科技的时候捡到的一条，这个彩蛋非常的厉害，你们可以去细节看一看。我去，哎，怎么有个东西啊，有个兔子啊，他们不是去那边打架了吗？好那个呀，天啊，我不该装的，错了，我再也不装了，我第一次装。别演员了，这些演员你看到没有，我这一波奉献多大，直接两路了，只能说白银还在演员，王者都在学。你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这波不是我的功劳，我随你怎么说。不是，昨天我就发了个抽奖，结果那个视频没流量。干嘛啊，疯了。我有虚弱呀，干什么啊，快让我吃点肉，我想啃一口。我那等一下，快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，我啃啊！助攻都没有啊！好了，在这里说一下，明天这里的更新频率非常之高，不管是想来嫩的姿态下饭用的，还是真正想学技术的，都可以点个关注。当然了，那个老人投币来之下的话就更好了。我是明天局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